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.0 版的任务集，支线土场12个宝箱，金表超600。崩坏星穹铁道 2.0 匹诺康尼新增任务隐藏成就合集，土场贝玉欢心分门正进此人钟表，把系列犬雕像至尊幸运儿的黑卡黄金限定艾迪安游戏币。一的话呢是土场这个任务啊，大家做完这个主线之后啊，我们在这个短信啊就可以收到了这个美梦报社给我们发的。来，我们打开任务列表，选这个任务开始追踪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起打开地图，带来到黄金的时刻最右边奥地购物中心这个锚点。到锚点之后呢，笔直往前走，和这个调查记者对话。好，这边选择我是来探求真相的。好，然后选择现在出发吧。哎，笔直往前走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直接向前进入到这个梦境空间中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先左拐，然后再右拐，接着右拐就可以摸到我们这一处这个充能了，然后顺便的大家把这个桥的开关给它按一下。好，拿上我们的充能。当拿上充能之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来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充能。好，走过来。接下来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，大家看到这个方向往前走，前面有一个宝箱。那大家开完这个宝箱之后呢，我们原路返回，刚刚怎么来的，现在怎么回去。回来再摸一下我们这边这个充能的酒杯。摸完这个充能酒杯之后啊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来这边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色泡泡。好，我们走下来，然后呢看到这个小地图左下角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然后呢左拐过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下一个宝箱了。好，你们大家拿完这个宝箱，来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走过这个气泡之后呢，我们右拐，然后再左拐，在这个角落里面大家看到有一个黄色的泡泡，我们走这个黄色泡泡下来，面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下一个宝箱了。那么开完这个宝箱，好，开完这个宝箱呢，就直接把我们传送出来了。来，我们直接往前走，和他对着这个小女孩的对话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接着进到这一处这个梦境空间中。哎，先笔直往前走，前方有这个充能，摸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接着往前走，左手边有这个桥，这个按钮，我们过来按一下。好，接着往前，前面的话有这个拼图啊，我们过来调查一下。调查完这个之后呢，拼图就会走。好，那么摸完之后呢，来，大家现在看到小地图右下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我们刚刚不是按了一下这个按钮吗？来，走到这处桥前方，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充能。好，走下来之后呢，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啊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前方墙角这一处用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充能，走上来。好，然后呢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的前方，首先呢是一个碎片，然后呢角落里面还有一个宝箱。好，开完这个宝箱之后呢，来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，我们原路返回。好，返回这一面之后啊，来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这边的话呢有一个这个补充充能的装置，我们过来回忆一下这个充能，然后小心一下这边的怪啊。好，那么打完充能之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走过这个蓝色气泡之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朝这个方向往前，大家看到这边的话还有一处这个黄色的条，走过来用一下充能，向前笔直往前走，就可以开到我们的下一个宝箱了。好，开完这个宝箱之后呢，来原路返回，先回到这一面。好，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啊，在这个地方用一下，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一面。好，那么回到这一面之后呢，来大家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往前走啊，我们先来摸一下这里的这个充能。
摸完充能之后呢，朝着小地图上方往前，我们在这里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充能啊，走到这一面墙，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朝这个方向往前走到底，这边再用一下我们的充能，就可以过来摸到我们的第二个这个拼图碎片了，拾取，然后呢边上有这个桥，按一下这个按钮，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拼图这边来了。好，回到拼图之后呢，左上角这一个拼图拿起来放在左上角，右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右上角，左下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左下角，大家转两三次。好，然后呢右下角这个拼图放在最后的地方啊，转一次就好了。开启到这边的这个丰厚战利品，好，你再往前走过来跟他对话。好，对话之后呢，我们第三次进到这一个梦境空间中。好，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先笔直往前走，大家过来摸一下我们边这个充能。好，摸完充能之后呢，来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用我们的这个充能炮翻一面墙。好，然后呢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在我们前方还有一个黄色泡泡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坐过来用一下充能，再翻一面墙。好，那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啊，朝这个方向呢我们往前走，大家看到在我们前面的话呢是一座桥的这个按钮，先跑过来按这一个桥的按钮。好，这样的话呢啊，我们就可以跑回到最开始这个地方，再来摸一下这个充能了。好，摸完这个充能之后呢，来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啊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前面墙角这用一下我们这个充能，走下来之后呢，来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然后呢在我们前方角落里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这个黄色泡泡了。我们先来这啊，在这边呢摸一下旁边这个充能。好，再来拿起到我们这一边的这个普通宝箱，好，拿完了之后呢来原路返回。好，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啊，前方角落里面准备再用一下我们的充能泡泡，回到最开始这一面。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先往前跑，大家过来摸一下我们这边这个充能。我摸完之后啊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啊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大家看到在我们前方呢有这个两个这个黄色泡泡在一块的，我们就跑到这边。到了这之后呢，我们看到小地图右边啊，我们走这边这一个往前走。好，然后呢在我们前方啊，大家看到会出来一个这个充能，这个充能摸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三个这个小球了，然后呢原路返回。好，走回到这一处之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，来在这边用一下我们的充能，大家再往前走。好，在我们右前方还有一个黄色泡泡，直接跑过来再用一下充能，跑过来之后呢，在我们的左手边就可以开到我们的第二个宝箱了。好，开完这个宝箱之后呢，来我们一起原路返回。好，走到这之后呢，来先往前走，右拐，再右拐，我们回来拿一下这边这个充能啊。好，拿到充能之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啊，朝这个方向走，按键充能走下来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最前方这个显示器边上的黄色泡泡，跑过来用一下充能。好，再走到这一面啊，那么大家到这一面之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墙角的这一个黄色泡泡，我们过来使用一下充能，再翻到这一面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一个翻后战利品了。好，再往前走过来和他对话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直接往里走，进入到这个梦境空间中。好，进来了之后啊，先往前走，
哎，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走过来，这边有一个拼图啊，我们过来拼一下。啊，这边的话很简单，左边这个拼图放左边，右边这个拼图放右边。这边前方的话就会拼出来一条路，来，我们往前走。前方的话呢是第二个拼图，来，再过来拼一下。这边的话呢也很简单啊，左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最下方，右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最上方，然后剩下来一块拼图放中间。好，这边再拼出来一条路，我们接着往前走，找到下一张这个拼图，第三张，再过来拼一下。这个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啊，左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右上角，右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右下角，最后一块拼图拿过来转三次。好，这边往前走，大家看到这里的话呢能摸到一个充能，我们过来摸到这个充能之后啊，再过来拼这边的这个拼图。好，左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左上角，右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放在右下角转两次，最后一块拼图放中间转一次，这样就 OK 了。大家拼完之后呢，先把视角转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啊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啊，前面墙角的这一个黄色泡泡，我们过来用一下充能，走到这一面，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，来了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走过过道之后呢，左转，离我们最近的这个黄色泡泡，我们来用一下。先来这里是因为这有一个这个充能啊，我们要在这边拿一下，这样的话呢就有三个了。然后啊，我们原路返回，翻到这一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，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在前方这个角落里面。好，我们再转过来，然后呢，面前是我们的最后一张拼图，过来拼一下。这个拼图也很简单啊，左边这个左上角这个拿起来放在左上角，右上角这个拿起来放在左边的中间。好，然后左上角这个拼图拿起来，大家放在我们右边的中间，右上角这拼图拿起来放在左下角。好，左边这块拼图拿起来放在我们的下方啊，然后最后一个拼图给它补上就 OK 了。好，拼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朝这个方向往前走啊，这边还可以再补充一下我们的充能，然后前方用一下我们的充能，翻到这一面啊。接下来呢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这边还有一个黄色泡泡，我们过来使用一下，往前走就可以开到我们的下一个宝箱了。开完这个宝箱，来，我们先原路返回，看到小地图右下角朝这个方向往前，接着原路返回。好，这边呢我们过来补充一下我们的这个充能，不然的话等会儿不够。好，补充完之后呢，再朝着小群左边啊，我们往前走，翻到这边来之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啊，这个屏幕边上的这个黄色泡泡用一下，我们钻过来。好，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走了过道之后呢，右转啊，这边这个黄色的泡泡我们再钻过来，前方就是我们的下一个普通宝箱了。好，拿完之后呢，来，我们先原路返回，钻过来，看到小地图左下角，接着往回走。好，回到这一面之后啊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，这边再回来，然后摸一下我们这边的充能。好，那这边摸完充能之后呢，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右边啊，我们往前走，找到底，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充能，翻到下一面。好，然后呢，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，朝这个方向呢往前走，用一下我们的充能，翻到这一面，然后呢，大家朝着小地图右上角往前走，就可以拿到我们最后的这一个宝箱了。好，最后再过来跟他对话。好，我们到这边，这个图场呢就完成了，我们就记得关注再走哦。